干蒜。这张饼真的好。这头。啊，这个好好看呀！今天我们是泥人出街哦，朋友们。今天我们三个人打算去一下红庙。在去红庙的路上，就是已经去了，就是已经被很多沿路的街边呀，比如像这种院子啊什么的，就是把我们拦截住了，所以我们到现在没有到红庙。这里好多鸽子，好脏啊！我怎么直接穿进去？这边庙太多了，所以不太记得住名字，也不太知道怎么查。你应该说这里的神太多，这里的神太多。对，明哥刚刚纠正了我，说这里的神太多，不是庙太多。速度加速了，狗狗总能找到最合适的栖息之处，甚至它长得有点像熊猫。不渴了，朋友们，有点脏这个水。朋友们，我觉得如果给我播放重金属，我也可以在屋子里面踩缝纫机。怎么感觉来到了中国的公园？这边的佛是可以随便坐在他们的腿上的。朋友们，我们来到这个著名的景点的著名景观了。快乐小猴，他就是不想。这个人是猴变的。哦 ，Thank you。猴庙，猴满的加德满都，怪不得叫加德满都。孙都假度，他站起来了。哦，好难喝呀。Sorry， 他说很难喝，两百泥币哦，朋友们。尊都不好喝，耶，尊都难喝。Hello。这一幕真的很荒谬，他在拍猴。猴在吃贡品，人在拜佛。朋友们，我竟然在走加德满都的过街天桥，哎，竟然会有这种东西！因为这边的人敢都随便过马路。我们去店里面买一下，它就五个卢比。Where can I buy this？ 在哪里买？哪里买？哪里买？你 ？541，right？ 我这个 like。You like like？ Yes, man. What's that？谢谢，这也有点太大了吧！哇，这个饼好脆哦。这个饼好好吃啊！我的妈呀！这个真的好多油啊！这个。那吃这个。我把蜂蜜倒到上面。好。怎么？这点肉这么开心！我的后脑勺竟然被阳光沐浴着。好嘞，可以来吃吧。妈跟吃痱子粉一样。吃别的。我操！这是，我觉得这是，我觉得这是印度人用的香香粉。我洗澡用的，搓搓背的吧。就是。